我覺得我哋都係用好多時間去做呢件事。點解唔去俾人睇到我哋嘅用功、我哋嘅技巧呢？我入行都40年，其實那個改變很大，甚至乎當然有很多社會人士都覺得畫公仔梗係很差啦，亦都覺得漫畫不是一個行業。其實在我角度嚟講咧，佢都係賦予很多嘅美術喺度。我希望透過我的努力去改變人的睇法。我出嚟第一件事，我未出書。我第一天就辦畫展，即係俾一啲中意漫畫嘅人，除了中意漫畫之外，睇下我哋喺漫畫裏面付出嘅精神。20多年前，我第一天行出嚟自己做公司咧，我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大嘅一個目標嘅。我未做過香港郵票咯，咁加上啦，一個官方機構為漫畫呢個行業為風雲做一個郵票，我覺得首先係一個好大紀念價值先，唔單止係我，因為漫畫陪著好多人成長，即係好多我哋嘅讀者都係睇漫畫長大，咁今次可以用郵票出到嘅話咧，我覺得係對我哋個行業一個肯定咯。咁亦都係我相信對漫畫人係一種鼓勵嘅。